好，这一反面这一行织回去看一下啊，我们在正面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已经织了一个来回，就这样啊，这一条杠，这一条筋就是一个来回。大家就按照我这个，就不需要加针，不需要减针，只要注意一下正面的第一针跟反面的第一针的处理方法，就把这个斜背织完，织八个来回，接着我们来收针。 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这边鞋背已经全部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们现在来开始收针，收针也需要借用到记号扣，把记号扣拿着。这边现在开始怎么织啊？如果你这边剩的是五针，那边这边就织五针过来；如果剩的是四针，那就织四针过来。剩几针织几针，我这边刚刚是剩的四针，我们就数一二三四，好数过来之后，把记号扣扣到这个第四针跟第五针中间扣上去。 看好，我们现在来开始织。同样的，第一针针放到线的下方，把这一针绕下来，绕成辫子，然后往后记号扣的位置织。好，织到记号扣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停下来，不要编织，把记号扣取下来。因为我们这边丢针的时候，两针两针的丢，所以我们这边朝前织的时候，就是呃收针呃收针的时候，就是要每次都朝前扣两针，把记号扣打开。 你看，交扣刚刚在这，我们现在是一二，朝前扣两针扣过来，扣到这个位置。我们下一次朝前织的时候，就知道这边正面织过来就知道这。好，挂到这边之后，现在我们是在正面，还是把整个斜面放到反面来？反面收针啊，正面加针，反面收针。现在这一针，这个线要怎么处理？跟刚刚加针的方法一样，把这个左边的针借用右边针上的第一针借过来。好，这样借过来之后，是为了绕线。 让它织出来是没有动的。好，把线绕下去，绕下去之后，把借的这一针还回来。这一针是不要织的啊，还回来。好，织这一针，你看，织一针平针，然后再织一针，织到这边，织到左手边的针上剩两针之后，我们把两针并一针收掉，这个就是收针。 你看收掉了，我们现在到正面，这个就是第一次收针啊，收针的方法就是这样，请看下一个视频收针，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来继续收针，正面的第一针，针放到线的下方，把它挑下来，绕下去，绕成辫子，然后后面一直织，织平针，织到记号扣的位置，这一针织过来，再织一针，又织到了记号扣的位置，把这个记号扣再取下来，取下来之后。 朝前扣两针，一针两针，看好啊！一针两针扣过来，你看是不是朝前扣了两针？扣完了之后，把这个整个正面又放到反面来，这样啊，调一下，然后再把左边的针借用右边针上的第第一针借过来。我们是为了方便绕线，这样织出来的这个斜侧边丢针没有动啊，就这样子织出来没有动，绕下去，绕下去之后把借的这一针还回来啊，借的是要还的，这一针不要织它，织后面的这一针。 好，继续织，织到这个左边针上，又剩两针，你看一针两针织完，这是又收了一次针啊。我们继续到正面来，第一针挑下来，绕下去，好，继续织平针，还是织到记号扣的地方，好，又织到了记号扣的位置，再把记号扣取下来，朝前扣两针。 好，磕完了之后，我们又把整个斜面放到反面，同样的方法，借用右边针上的第一针借过来，把线绕下去，绕下去之后，把这个借的这一针还回来，还回来之后，我们把这一针直接织过来啊，还的这一针不要织它，织后面的一针，我们继续织，织完了之后。 你看，最后还是剩两针哦。每次到最后剩两针，直接并掉，两针并一针，那我们又收掉了一针。这就是这样收啊。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视频收针，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继续来收。第一针挑下，绕下去，织过来，织到记号扣的地方。好，又织到了记号扣的地方，把记号扣取下。 然后打开，朝前一针两针扣过来，扣到这里，扣到这里，然后我们把整个面放到反面，放到反面之后，又借用右边针上的第一针借过来用一下，借过来之后，把这个线绕下去，刚好绕下去之后，把借的这一针还回来，后面继续织。 继续织到斜侧边剩两针，又是两针并一针收掉。同样的啊，我们继续再收一次。你看正面的第一针挑绕线，然后织平针。好，又织到了记号扣的地方，同样的方法，记号扣取下，然后把它打开。 又朝前一针两针扣过来，扣完了之后，整个面放到反面，借用右边针上的第一针借过来，借过来之后，把这个线从这个两个针缝里面拉回去，拉回去之后，把借的这一针再还回来，再织这一针，好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好，织到这里，最后又剩两针。 两针并一针收掉，就是这样啊，一直收啊。我们这个就收到这，接着看下一个视频收针。我们接上一个视频继续来收针，正面的第一针针放到线的下方挑下来绕下去，后面全都织平针。 好，织到记号扣的位置，再把记号扣取下来，朝前扣两针，这样啊，一样的方法朝前扣两针，扣完了之后把整个斜面翻到反面来，翻到反面来之后，还是借用右边针上的第一针接过来，接过来之后，再把这个线从这两针的中间这样拉到后面去，好，借的这一针再还回来，从这一针开始编织。 全织平针，织到斜侧边的位置，织到最后剩两针，一针两针，两针并一针收掉。好，反面织完，再到正面收针。第一针还是一样，挑下来绕下去，一直织到挂记号扣的位置。想买同款材料包，在左下角可以去购买。 好，知道记号扣的地方，把记号扣拿下来，再朝前挂两针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这边现在朝前织的两针，最后剩的三针跟这边留的三针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是织出来是对的啊。如果你你留的是两针，那说明你这个前面哪里加针，还是收针哪里织错了。把整个前面再放到反面，借用右边针上的第一针挑过来，然后再绕下去，借的这一针还回来。 再从这一针开始编织，一直织到最后剩两针，还是一样啊。最后两针并一针收掉。好，我们又织到了正面，还有记号扣这边还需要再朝前织一针。 接下一个视频，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继续收针。记号扣的这个地方啊，还有一次，操就是从这边织过来，然后后面织这一次织完之后收针，就是把针上所有的针要一起织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来演示，针放到线的下方，挑下来绕下去，还是一直织到记号扣的地方。想买材料包的，可以在左下角。 左下角去买材料，购买材料包啊，同款材料包。好，我们又织到记号扣的位置啊，现在把记号扣取下来。记号扣在织这一只鞋之后就用不到了啊，织另外一只的时候可以用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整个鞋面放，还是放到反面。放到反面之后，看，把这一针再借过来，借过来之后，把这个线再从这个两针缝里面拉到外面。这个借的这一针还回来，不织，不要织它，从这一针开始织。 又知道斜侧边的位置，剩两针并针，好，最后一针两针两针一起收掉，就这样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到正面了啊，到正面，现在记号扣没有了，现在要把针上所有的针一起穿起来织，然后正面正常织过去，反面回来收针。 这个收针大家记住了啊，收针是在反面，加针是在正面。这边是加针，这边是收针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个视频。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这边把所有的针全部穿起来织，第一针挑下来绕下去，好，织平针。你看正面没有什么变化啊，只要注意第一针是挑下来绕成辫子就行了，然后后面就全部织到斜口的位置。你看最后这个一起织过来啊。 所有的针都织过来，织完了之后，把整个斜面放到反面，放到反面啊，然后反面的第一针挑下来，直接这样挑，跟这个一样啊，织平针，织到斜侧边，最后剩两针并掉，好，最后两针并一针收掉，收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到正面。 正面一样啊，我们再来演示一次。针放到线的下方，挑下来，绕下去，然后继续啊，织到斜口的位置。好，织到斜口这边，我这边就织的比较快了啊，因为全是平针。好，正面织完，到反面，反面的第一针。 直接挑下来，这样挑啊，挑下来之后，然后后面还是织平针，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啊。好，一直织平针，还是织到斜侧边的位置，最后剩两针，一针两针两针并掉，就这样啊，一直收收到最后剩三针的时候要怎么织，我到时候再来告诉下大家，大家就看下一个视频。 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现在这边啊，一直收收到最后剩四针，我跟大家一起收一下。好，还是一样的啊，第一针挑绕下来，绕成辫子，最后三针织过来。好，再到反面，反面的第一针挑下来，挑下来之后，然后我们继续啊，这两针过来之后，最后两针还是一样，在反着反面把它收掉。你看最后剩下一针、两针、三针。 三针怎么处理啊？同样的，第一针挑下来，绕下去，好，织过来，织过来之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这反面的第一针啊，挑下来，挑下来之后，最后还剩两针，直接还是两针并一针收掉，最后是不是剩两针啦？我们到正面看一下两针怎么收啊？第一针挑下，绕下去。 然后织过来，然后两针并一针收掉。看啊，把后面的这一针，就是不是并针啊，直接是平收，把后面的这一针直接并过来。看现在是不是这个，是就剩一针啦。那我们这个整个鞋面就织好了啊，就这样子的，就是我织的这一个三十四、三十五码的。然后我们等把这个织好了之后，等会来教大家上鞋子。上鞋子的话，在下一个视频里面。 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来开始上鞋啊。上鞋的话，把鞋底拿来，然后再用钩针，然后再用到这个缝针啊，这两个工具加鞋底，然后再准备四根线头，一根、两根、三根，就准备四根这个线头就可以了啊。我们再找一根来啊，你看这边四根线头，等会来固定鞋头要用的。好。 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之后，我们拿着钩针找到鞋底中心的位置，看好啊。找到鞋底哦，我们在这个找到找鞋底中心位置之前，先把这个鞋面上的线藏一下啊。把这你看挂机号扣的这一面是在正面，然后我们从这个反面啊，正面放到外面，反面放到正面，然后把这个线头先藏一下啊。藏完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再来把鞋头的这个地方固定了。 好，从这个侧边啊拉过来，这边啊每一针都拉过来，从这个侧边一针里面不要拉掉。如果你的线线头比较长的话，你大概藏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。藏完了之后，然后拿剪刀把它剪掉。 多余的，好藏线头就这样啊，藏到这个边上，藏完了之后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再来把这个线上鞋的线啊，先把它呃就是留一下。如果你是上这个的话，因为我们上的时候要从这个这边一直开始上,上上上上到这，然后再要勾这个后跟，看这啊，从这边上到这里，然后再勾后跟，然后再固定鞋口。所以我们这个线大概留这个鞋底的两圈半到三圈的样子。 这样子啊，把它放在这，然后绕。这样啊，放到鞋底上面绕。诶稍等，看一下，看第一,一圈的位置是在这啊，大概线这么长，一圈这么长。然后我们把它拉过来，大概你看两圈，这是两圈啊，然后再拉一个到三圈。如果到两圈半的话，就到这个中间的位置。 好，我们留个两圈、三圈啊，把它剪。好，这个就是，嗯、呃，就是要长线加上那个留线啊。我们下面就开始正式找鞋底中心的位置来上，请看下一个视频。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来继续啊，拿着钩针，找到鞋底中心的位置，用粗的这一头，找好之后把钩针穿进去，这样啊，穿进去之后。 然后放到这边，然后再把这个整个斜面的正面，你看，这个时候一开始织的时候挂记号扣的这一面是正面，然后找到斜面的中心点，这个位置啊，把它穿进去。好，从这边穿啊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穿啊，穿进去之后，拿着刚刚准备好的这个线头，拿一根过来，把它这样拉出来，好，固定紧。 你这个一定要拉紧啊！好，拉紧之后，然后再把它放到这样啊，你看，这个就是上好的这样子，然后再找到这边的这个中心点的位置，这边啊，这个斜侧边看到了没有？再穿进来，穿好了之后，然后再找到准备好的这个小线头，把它勾出来，好，勾出来之后把它拉紧。